是带着微醺的步伐跨过层层的障碍物，我觉得这一瞬间充满着光芒啊。其实竟然是一只拖鞋。他是带着微醺的步伐跨过层层的障碍物，我觉得这一瞬间充满着光芒啊。因为我老爸就是全家唯一不怕老鼠的人。我们真的超弱的。这只大只的，然后大只的，有吗？不要大嘞，把你小心。它很长嘞，对吧？很长嘞，在那里啊，冰箱下面吗？说不定小只的还在家里。不忘多拿第二个武器，杀虫剂加上拖鞋，应该是没问题的。它不会跑去咬人，它不会跑去后面啊。它怎么会冲出来的？一切准备就绪。果然还是老爸出手便知有没有啊！我还放了一片台湾特色小吃香肠片，吃饱再放生，邻家捕鼠记大成功。